在西门町出现了一种超夯的改良型鸡蛋糕，它的名字叫做大雕烧。看画的形状，这够创意了吧？男朋友又会劈腿，客户很龟毛，老板又很机车啊，做一个东西发泄一下。因为看得很特别啊，很特别。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尴尬？不会。很酷啊，你们这里。It's funny. It's too lifelike. 红哦。我们也是因为朋友介绍才来的。大雕烧去年开始推出的大雕凤梨酥也是超热卖。机器将面粉和成面团之后，还得用手工不断揉压，蛋黄也是大手笔，一根凤梨酥用掉一颗咸蛋黄，老板说这样才够味。选这个除了好吃之外，他们很在乎那个形状。Am I supposed to reach into the box? No. Is there a hole at the bottom of the box? It's quite, it's heavy. Look at what it is. Oh! Oh my goodness. 台湾掉。